许愿意愿，由此三昧力，普见诸佛世尊，故曰普。啊，平等，再讲普等呢、啊，障碍没有了，所以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你都能见到。十方一切诸佛如来，你也能见到。你有能力定中供佛，你有能力定中啊闻法。啊，故言为普，平等现见无所不见，故言为等。啊，这是专摄成智的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所以他有能力，啊，有这个定力，有这个智慧，能供佛，能闻诸佛说法。供佛是修慧，闻法啊，供佛是修福，闻法是修慧，佛慧双修。所以这里说平等现见无所不见，若欲寻则本愿真意，古时候拥有，现在用旧啊，如果就选择本愿真意来说，这是念佛三昧的好也，普等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普为普遍，凡圣通如之意。这才叫普啊，圣人能入啊，法身菩萨，凡人也能入。等是平等，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啊，那普等三昧确实只有念佛三昧能够跟他相等，其他的三昧比不上他。这就说明念佛三昧的殊胜，念佛三昧就是普等三昧。在三昧当中殊胜无比，啊，念一佛，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啊。诸佛当中特别是阿弥陀佛啊，为什么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功德，啊，
他参访一切诸佛刹土，礼敬供养一切诸佛如来，是他在做法藏比丘、法藏菩萨那个阶段，在因地也。啊，他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精华的、最好的一真果报啊，通通搬到极乐世界。所以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。念弥陀一佛之名，就等于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全都念了。道理在此地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等于生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。为什么？一切它的精华全在极乐世界。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学佛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啊！那换一句话说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清净平等觉经》。不能不读，不能不学啊！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这个注解的本子啊，极乐世界原原本本就是集大成。你看经。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，这汇集本注也是集大成，从哪里学到的？还不都是学法藏比丘及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之大乘。真真不可思议，这个经，这个注，真正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我们确实是太幸运了，在这一生能够碰到，啊，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学习，啊，今天在这学习，来日在西方世界弥陀会中啊。我们依然在一起学习啊！啊，真实殊胜无比啊！啊，凡圣通儒之一，只有这一门真的凡圣通儒啊！凡夫之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借助阿惟越之菩萨啊，得普灯三昧啊，念一佛功德等同一切佛之意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